爪哇岛那边有12个孩子在婆罗门火山出事了，到了市区，咱们就去机场。你这是绑架！30秒，不远。我可不是佣兵。行动时间，我不会再迟到。谁在方向？这个司机给他发。赵宝耀。 你疯了吧你！刘鼎说，丰县有园区，好飞机。